你的肉包不见了。哇，我根本忘记有谁订阅过哎。哎呀，正常了，正常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先上班，换衣服。这才对啊，这就是我之前那个啊。哎，我的面具变之前的了哎，糟糕，咋办呢？可以选吗？这要怎么办？这个面具才是我最我早早讲的啊，我就是戴这个面具啊，这个比较高级 N95，可是我要怎么变？不是这个啊，看一下头盔，哇！安安哦，哎呀，那我的车是在这里吗？我是不是要去车库啊？是吗？哇！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我的钱变少了哦。不会啦，不会啦，还 OK。哎、欸，局院长，哎、欸，那我根本没买车啊，我都买一下好了。看一下、哦，我看一下公告有没有。我刚刚被我踢出来资料库动被动到我。哦。哎、欸、有也、欸、看到了，他们忘记备份。不是啊，我知是因为要再买一次车，打开救护车、救护商店，那、啊、没问题啦，那我就买了。哟，买车嘞！在附近哦，有啦有啦，这个不是爆雷啦，这个有打在公告。哎、欸，
诶，刚刚有看到院长上班啊，怪嘞。昨天下午我就离线了啊，没差啦。我觉得那些比较可怜的是包赌啊，或是买房那些人，比较辛苦一点。比较可怜，现在就义工跟也要上班，那就再借一次啊，是不是？这么简单，再借一次啊，5瓶。动作，检查东西，拉我的头。其实我真的，我也觉得看台很享受啊。不然这时间我可能就在各大台那边看着看戏。哎，不对啊，那所以我们也要回到昨天晚上吗？昨天下午这样子啊。我觉得我们是可以硬掰过去啊，你角色没了，哇，可怜。车库吧。不干午安哦，没人。随机路人救治吗？我觉得不用诶、欸。你是说路人突然倒在地上之类的吗？突然心脏病发还是什么的？可是重点是现在是要把人带回家诶、欸，那路人带不回家，对吧？路人带不回去啊。只能现场抢救，救完就走，这样子。早安，早安。迷路啦！不知道，总觉得填补这段时间，不然很容易被沦为发呆，或者是停车场聊天。我不小心，是啦。
不是，重点是我现在手机应该里面资料也空了啦，看一下哦，联络人，对吧？就小猫的电话不见了，所以是要我在想是要演说什么电手机被盗啊，删被那个好友被删掉啊这类的，还是就从昨天开始演早上的。对不对？换手机，没有啦。就先等嘛，等情况再来决定。对啦，啊，这是小心肝小心吗？，Hello，小你心怎么肝又会换再了口加一次罩？你的手机吗？可你的以钱不呀、啊，见我了，的也不见你多了，少了？再讲，看一下哦。我是70089，你加我好了，再发给我。好了，你看这口罩多方便，都闻不主要到还味是在道。玩火车，哎，你别再刮了啦，胎会坏啊。哦，我是好台吧，客啊，我们台先客都回喜欢去烧好胎。了，看一下上帝怎么处理。哎，我怎么看到阿公喂。在这啊？哦。好啦，好啦，好，回去。嗨，阿公，哦，刚刚帮你弄你到咋一换了半，个棉被被冲走啦，不好意思啊。啊？啊，你不是去洗澡啊？刚刚就诶，是怎么马事桶啊？水爆掉啊，就被冲走啦。这是新的医护吗？对啊，我我是早要班洗的。过来的照班啊。阿公过来点哦。啊，阿公就好你了，阿好公。啊，谢谢啊，我干嘛跟你谢谢？你装的，操你妈的！抱歉啦。哇，你是谁啊？我叫小新，可以叫我阿新就好。啊，你说你叫什么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叫小心肝，啊，你可以叫我阿新哦，就你是小好。心肝呢、啊？啊，阿星是，你好啦，我叫钢铁人啦。哦，你好，你好，哇，两片门欸。没啊，没啦，我以前也干过医护啊，理论上应该算你学长了，学长啊，哦，对啊，我是初代医护人员，但我离职了，哇，那你现在在做什么？我现在在技工啊，修车哦，可以找我啊，修人变成修车吗？对啊，我现在在好啊，那个技当技工，整天跟人家帮人家修杆啊。那跟你要个联络方式吧，不然修车就找你啊。好啊，好，等一下哦。
6 6 4 0 9 3。按你想要修改可以找我啦，我可以帮你修啦，修车修改修改修。啊，请问修改是什么？就是修改啊，修保险杆啊，怎么？哦哦，修车啊？没有听不清楚啊。修车，没有啊。你要修改也是可以啊。我们去胖哥哥家，他那边很多杆子可以修。然后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医护修车有打折吗？没有欸，医护没打折欸。哦。有打折的只有机动车行啦。哦。对啊，现在那个老板定的价格有点死啊，没办法。好的好的。那你们平时都在做什么啊？你做吗？你们平时啊都在做什么？平时哦，没事干啊。哇，好吧，不然就自己找啊，跑山啊之类的啊，爆个毒啊，没有采采糖果啊，糖果哪里采啊？糖果哪里采？糖果，你看地图上面有标示啊。清沙石。哇哇哇哇哇哇哇！医院啊，不要这样啊！不要这样啊！不要这样啊！啊，好啦，没有啊，听我讲话不开心啊，生气啊。你可以带我去看一下糖果在哪里吗？你要看糖果是啊。你要看哪个？有四种呢，你要看哪一种糖果？什么糖果啊？糖果是什么？有地瓜叶啦，然后安糖啊，跟骨科，还有那个鸦片啊，还有想看哪个？哪个比较简单啊？比较好采啊？你看趁现在那种没警察，就是去看看安毒跟大麻叶就对了。毒？大麻？没啦，地瓜叶啦。哦哦哦，地瓜叶。欸不对，你有没有下班啊？没有欸，那很危险吗？那我还是不要去好了，不好意思哦、喔。不，把我送回去。不，你下班的话不能踩啊。我下班不能踩，是我上班不能踩吧？对，你讲错了，上班不能踩。还是我可以去看看，不要踩啊，不要去摸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哦，好啊，我去看一下长怎样好了。好，看看不踩啊。我车好像没有锁欸，怎么兔子说什么不可以？先开好久，没有啊 ，GTA 就是要开很久啊。那你什么时候搬来的？我前天欸。啊，今天啊，今天刚搬来啊。昨天啊，前天啊。啊，然后昨天面试，啊天啊，今天正式上班。听说现在医护很多人，很缺人啊。早上吧，早上好像都只有我一个人欸。没有啊，因为我离职的时候，医护同时两个人离职啊。哦，是这样子哦。对啊。哎呀，这就是安糖啊。哇。怎么？糖果有点破破的啊。啊，还有那个地瓜叶。那这些警察都会来巡来抓吗？啊，你说什么？这边警察都会来抓吗？会啊，当然会啊。那你们怎么敢来包啊？来踩啊？跑给他追啊！
没啦，其实我也没包过几次啦。感谢八楼。这个包毒的部分，你可能要问一下其他熟练的。我应该短时间不会来磨这块吧？我觉得好危险哦。欸，兄弟，你的喉咙是不是有点问题啊？感觉你讲话很小声。真的吗？对啊，真的。那现在还是很小声吗？啊，可以可以，大声、大声、大声。好的好的好的，喉咙刚刚卡卡的，不好意思哦。看一下当下医护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早班蛮轻松的啦，就没事做、啊。可是最近之前都是有人需要医护啊，你走过去帮他急救一下就没事了。现在都要带回去医院啦，比较有事做、啊。哦，是这样、哦。欸，我跟你讲啊，你想。你想要听秘密？听什么秘密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先修个车。欸，他如果让我听秘密，早班就没医护喽，没医护喽，没医护喽。欸，等一下，你为什么不讲？怎么不现在讲？把头伸进来。现在医护是走你啊？对啊，只有我。那算了，我下次再带你听。看我就知道听秘密是什么。为什么要卖关子啊？没有，秘密不能随便乱讲哦。秘密乱讲不叫秘密喽。啊，好哦。这边是采什么的啊？大麻，地瓜叶啦。哦，院长在宣导的这个、啊？什么？对啊，院长是推销大麻大师、欸，到处送哎、欸。你看我现在身上好多都是他给的。哇，懂了懂了。你可以加入他的行业啊，加入他的计划。欸，你是不是没开过跑车啊？想不想开开看？嗯，没开过欸。哎，要开要开。OK。哎咻。我们要开去哪？走啊，开回车库吗？哦，好。是便利啊，都多风啊。还是你想要跑跑看山？我们有一个跑山图。不行不行，我会晕车，我会晕车。哦，你会晕车是不是？对，所以我才一直带着氧气罩。难怪啊，难怪我看你带那个，还以为是那个容易过敏不舒服啊。闻到香水或是你这种车身上本身的味道就受不了了。
这台好好开哦。对啊。这台叫什么？这台不是最快的。这台是法拉利488。哦，好。在那个，我们现在城市有两间卖车的吧？一间是汽车经销商，一间是超跑。好，等钱赚够再来问问看。哎、欸，那你知道超跑点在哪吗？超跑看不到啊。我不知道哎、欸。要不要带你去认识一下在哪里？不用了啦，晚点，因为下雨天有点倦怠疲乏。好好好啊、哦。下雨天很烦。哎，真的烦啊！下雨天弄得全身湿湿的，不错。对啊。然后又要回医院。要回医院拿吹风机啊，有的没的。不会啦，还好啦，我刚没淋湿啊，都在车上。感谢你耶，不会耶，嘿，有事来找我。好的好的，考个漆，想换个颜色。好啦，慢走咯，拜拜。欸，我跟你讲，我昨天考驾照的时候突然给我万安演习，我那时候已经快过了，然后万安演习一出来之后，我直接他和那个什么失败可以五次，我直接失败三，连续失败三次，我快吓死了。你知道多恐怖吗？啊？怎么旷职？没有啦，因为现在没有事情做啊，到处看看啊。推一点点线嘛，不然我现在都只闷在医院里面，因为我现在这只角色还不知道可以去车库那边结交新朋友啊，懂吗？就没事擦擦玻璃啊。点错了，点错了，点错了！擦玻璃，擦玻璃。啊，可以去商店买手术刀啊。商店没有吧？我首先应该是要拿枪吧，不然如果去山上去救人的话，被山猫攻击怎么办？所以我要应该会先问院长说：“哎，院长，如果今天有那个什么？”救到一个人啊，附近有一个很凶的野生动物会来攻击我怎么办？就这样子套啊，有没有？什么结交坏朋友？没有啦。咕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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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什么医疗用品制作链？那是什么？刚想说填补时间的话，也许可以用个医疗用品制作链。像裁缝那样子哦，你是说去采材料，然后回来做是不是？有啊，我一开始是做先做裁缝，就裁缝很简单欸，干单一，欸，为什么这样子？一，总做不下去。反正也无聊，也是欸，就是做一些药品哦。我知道啊，因为钢铁人他们就是因为，我那时候有看他们的台啊，他们在玩那什么鬼抓人、躲猫猫，还有去操场跑步之类的，我都有看啊。可是早上是真的需要，咦，哎呦喂啊！小伟，小伟，
应该是来买吃的吧？不平。有没有这种就是装忙？哎、欸，不是，学姐好。你在干嘛？我在点货。啊？你怎么带那个？那什么东西？这个是我闻到汽车的味道或是香水味会头晕，所以我先带着。那鲍鱼的味道嘞？不行，味道太重了。那这样子你不就不能跟我上班了？所以我就带着这个啊。啊，院长呢？刚刚有看到他，现在没人不见了。啊，学姐，你们平时都在哪里啊？我们就到处晃晃啊，然后去车库看一下啊。车库是下面那里吗？你没事可以去那边看一下。哦，好。找人家聊天就混分啊，我们大家都这样。好的，好的。学姐慢走。再见。哎、欸，对耶，他们都说医护局是疯子哎，疯子最多的地方哎，那我要当疯子了。没有，他声音真的很小声，我自己听他声音也很小声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叮咚，欢迎光临。不过还是会优先让其他人先进来啊，毕竟医院晚上人就很多了啊，对不对？然后晚上也有时间剪影片或画画了。嗯，不是嗯，我刚刚就是这边啊，动作表演，然后检查。哎，我刚刚是讲什么？请问你还有知觉吗？我看你的手跟脚都不见了。喂，听得到我讲话吗 ？Hello。阿树，你有听到吗？阿树，你手跟脚都不见了、欸。看有什么哦？等一下哦，我还可以这样玩。等一下。动作，然后。请问你还有哪里痒吗？还有哪里痒？这边吗？好，再抓一下是不是？那、啊、等一下要去冲，等一下要冲水咯。有了没有了？哎呀，你头上怎么那么多头皮屑啊？都没有好好洗头，以后要常来这边洗耶。哎，抓龙根这个我真的不行哎。这个有点太超过的，我真的没办法，也要演下去的。好啦，我们去刚刚学长，是不是啦？学姐讲的车库看看喽。你为什么锁要放这个位置？是不是我想的那样子？你说。你该不会手里面藏着糖果吧？你说是不是？是不是给我吃？你说啊。哦，你摇头说不是，是不是？好好，我相信你了。我哪有工商洗发精？我没有讲到洗发精吧？好啦，我们去
去车库看一下，我怎么车冒烟？谁偷撞我的车？我这台车不能动了吧？哎、欸，还可以，27了。跟花跟果子其实百很奇怪，你刚刚在摸它，它的头上没有花苞好吗？哎、欸，其实真的啊，我那时候跟人家讲啊，其实花的果实是那个东西，然后就被骂恶心了。嘟噜嘟噜嘟噜噜噜噜，哎、欸，就垃圾车回收车。我觉得刚来不要开太多黄腔吧。有诶、欸、有诶、欸、有诶、欸，丢丢丢！好多人哦，我来听八卦吧。海达船，你回收不了啦，要是破掉你怎么办？我说你的恶魔。啊，这个妹子，没实力啊，老是设备。过人家咋又下雨了？他年年的每天都下雨，我操你娘亲哎！他年年都没有干的一天。原来院长在这里哦。梅子是老乡的梅子，你昨天那个水温胶裤子没穿就跑出来了。对呀、啊，你咋没穿裤子呢？对呀、啊，都没穿裤子。目前买裤子啊？咋会那么有钱？我还给他钱呢，够日的。没有上班乱跑，现在是。等救护，因为我现在真的没事做。裤子啦，哥还都不讲话嘞，感动的哭了呗。哎呀，谢谢老哥给了我1000块啊。现在没有人出事情啊，所以我们救护其实是可以合理的乱走路。你得要叫你啊，你傻逼啊，老乡心中。不然我回去擦玻璃啊。他真会骗不到人呐、啊。一个傻逼，你响应不拿出来架，你听到响应了还不拿出来架，傻逼！不是车上待命，是我讨厌下雨，就这样而已。我讨厌淋到雨。现在想想啊，怎么傻的桥段，我应该很少会来停车场啦。傻逼才会比武品啊！因为那个时候，所以比武品都是最有应得啊。因为医护人员理论上是要在医院待命的啊，对不对？傻逼啊！傻逼啊！现在光天化日的。回来傻逼啊！我来听好笑就好了。走，下次我就在晚上吹口哨，看谁敢接近我。这女的是谁啊？我没听过她声音。你是啊？不喊我老鸟的啊！你别乱吹啊！不是啊。哎，老乡，你咋了？来吧，我帮你梳一下，阿公。啊，他连露出来了呀！哎，够人的呀，够人的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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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爷爷在干嘛？害不都你们害的，操你娘亲！啊，这下没有地方躲雨了。哦，他哦。操你娘亲！哪一个还敢睡呀？臭！那我知道，感谢。爷爷，你太骚了吧！也太骚了吧！你干嘛、啊？很臭哎、欸！阿公啊，我昨天吃了，要包个包大的嘛。昨天晚上吃了个麻辣羊肉炉啊！哎呦、啊，我今天早上就是忘记包了，他连连的某个人都叫我包大人，我今天早上就忘了。里面
好臭哦，阿公，你买赶紧去哦。我怎么出去停车场地也漏多月号嘞？够热的，又够臭的。阿公，上厕所要去厕所啦。刚刚那个网吧的那个吹口哨。老乡，你跳一下，是你是你没实力。阿公不要跑啊，痔疮会爆啊，阿公。还用周宁就信你啊？你别进站啊！阿公今天在医院大便啊。他年年就每天都在下雨，我日他娘亲的！小姑娘，你喉咙真的要降华大声点啊，听不到啊。好的，好的。是不是这雨声就能把我的声音给改过去嘞？对呀、啊。为什么你的口音变得跟他们一样了？你也是。我说他变得跟他们一样，我本来他本来就讲讲华丽啊，口音就讲天下，不努力。哎，阿公。两人，你在做超商，人家用用什么口音讲话，你这里会回什么口音？那我给你一个骨血做赔偿。阿公的帽子怎么不见了？老爷子，老爷子，你没事。我的阿妈你、啊、老爷子、啊、老爷子你的嘴角都流血了，我的阿妈你啊，你别再踩啊，操你娘亲人小姑娘，你别踩我的阿妈你啊。艺名吗？小心肝。你的阿妈你在哪里啊？我怎么看不见？我掉在地上啊，被老乡打到地上了。拉在地上、啊、我还是看不见。老哥你有看见吗？不有啊，都没有啊，帮你找找啊。哦，老爷子你是不是在做梦啊？啊，谢谢你啊，有嘞有嘞。啊，啊这小伙子真勤快，这新来的呀、啊。这一屋子的人都怎么好吗？咱医院昨天来的，昨天来的。昨天来的呀？为什么要改戴这个口罩？他说你的鲍鱼很臭。怎么可能啊，我老哥刚刚说很香啊。他说的。对啊，很香的啊，很香的、啊、我跟老乡刚刚又问过了。我刚刚问他，他说鲍鱼很臭，所以他要他乱说。你的才臭啊。他乱说话啊。阿公，阿公你是闻过，你都不知道闻的臭。看就觉得臭啊。啊，你才臭嘞你。不然我现在给你闻，你要闻吗？啊，不油不油嘞！哇，老乡老乡，闻了就神气了，够人气啊！咋嘞啊？咋嘞啊？吓死人嘞！你娘亲啊！吓死人！我的这个干净的，阿公，我给你吃鲍鱼，阿公。不油嘞，不油嘞，不油嘞！我对海鲜过敏，我对海鲜过敏。我这个是阿公，阿公不要动，阿公。我先走了，我先走了。哦、这个啊，整个啊，这个，对啊，脏脏包啊，啊你的脏脏、啊、你的脏脏包啊，脏脏包啊，哎，这个，老哥，你咋又换车嘞？你走车，你走车，一台一台的换。你要去哪里啊？准备上班了呗，上班加油啊！我刚刚给阿公子阿公他听不到、啊，可恶。是、啊，我留回家当夜宵。啊，好。啊，还好下雨啊，这鸟骚味木有那么重。哇，他年年愁死了。你说啥子嘞？哎，我灵魂得出窍一下。啊，你去啊！咋都是医护啊？那个警察都没有，日你娘亲！警察在偷懒呐！他年年的，刚那个校级警官就给我在警局前面玩手机，操你娘亲！
他年年。他跟棒哥哥在玩游戏，玩手机游戏啦。对呀、啊啊，他年年。哇，这睡着臭啊！钢铁人的。不行，我真的，真的，下雨我不行，我要走了。Hello。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。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哇，好吃的棒棒包呢！感谢团团续订。感谢团团。好吃的好吃啊，但有一个味道。炸油的味道啊！炸有种腥臭味啊。有加那个秘密配方啦，秘密配方。炸是秘密配方的，够人的啊！品我没吃过鲍鱼。这个是商业机密啦，不可以告诉你们。吃了会不会得病啊？他年年。不会啦，吃的会硬邦邦啦。雨停了。今天都木有死人啊，最近是不是死的人越来越少了？对啊，大家都很爱护生命，很棒。啊，我这痔疮应该是快好了。阿公，我帮你看一下痔疮好不好？啊，可不可以来旁边一点啊？观摩一下哈，你帮我看看这伤口结痂了没有啊？哎，你别乱戳啊！阿公，你这个怎么有点严重 啊？你里面都还有呢。啊，都怪你们这新来的厌恶就医啊！操你妈的，还我等了好久、哎。小心，你要拿那个很粗的那个棒棒帮阿公管藏一下啦，不然啊啊不用了、哎、我觉得我好多了，你放开我，我觉得我好多了、你们放开我啊，阿公要挖干净 啊要用这个吧学姐我没